道吗？这次这样一点，老婆来了，我们真的好开心。真的。对，他们三个很奇怪的老公，真的，特别是阿昭啊，只要你能对付他。你真的说我坏话？对呀、啊，跟对付来，对对对对。现在祖儿呢处于一个感情叛逆期，最喜欢就是跟他的另外一半来一个干柴烈火的旅行啊。那么厉害。你现在觉得不觉得自己很帅呀、啊？怎么会自己觉得自己很帅的呀？对，我觉得 Trillions， 嗯 ，Trillions 是一个很帅的、很自然的人，帅的很自然，就是利用自己的帅去。我没机会利用了。嗯。从很小时候已经被染进起来，染进，有衣服好身材，好武功，完全没人知道的，都会打。那是你是自愿的，有人逼你吗？我，是。苏醒了，猎杀时刻。没有，苏然，对不起，你小心一点说话啊。没有。